第二位 Paris， 欢迎哎 Paris， 欢迎 Paris， 耶耶耶，25岁，173公分，55公斤，超混血的，超混血，好可爱啊！天哪，他才十，身材好，173公分，其实上衣还蛮好看的耶，哦呀，腿好直，好细。个子这么高，还穿了一个高跟鞋。Paris， 他住花莲哦，被同学当成异类。Oh my god！ 这么漂亮，住花莲呐，好地方啊，好地方。哦，美国回去，然后就住在花莲这样。哎，花莲很漂亮啊。对啊，好山好水。对啊，花莲的人应该也很好啊。嗯，对，他们都很亲切，热情嘛，对不对？从没有看过生鱼片，还以为是成年礼特有的食物。对，嗯，那时候因为小时候刚回来，然后就是小时候在家里很少就是看到，但是我们都不可以吃啊，所以呢，我就以为是一定要成年才可以吃啊，对，好清纯哦。小时候可能家人就想说小孩子就不能吃太辣，是是是，它介于那种女人跟女孩之间，对呀，又有成熟的韵味，又很可爱。你是哪里的混血儿？中美，哪里混的？对，中美混血。所以是爸爸是美国人还是妈妈？爸爸是美国人，哦，就白。黑人那样子，对，哦，爸爸是黑人，那生出这样，你是北七哦，你这么是北七哦，想要再想生气嘛，我一定生气的嘛，清楚一点。第二，他爸爸还是很有名的人呢，奥巴马。然后他说了，在泰国生活了近10年，10年啊。对，去那边已经差不多10年了。哇，你好国际化哦，对呀，去泰国。然后曾经因为误解了那个泰语，然后人家要他进来，然后他不敢进去。对，就是有一次去朋友家，然后就是那时候听不太懂，然后他爸妈就会一直说靠白靠白靠白，然后我就说靠白，对，是泰文的靠白。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们每次都不欢迎我去这样子？骂脏话。对，然后后来我才因为你在台湾，我以为是台湾，对。哦。然后其实是说请进请进。哦。其实是在欢迎你啊。对呀，不是骂，听起来像。对啊。喂，不是啊。张学友，我以前也以为他在骂。怎么说？哪一首？好的酒，你要跟好朋友分享。好久不见，靠杯。靠杯应该是杯子跟杯子靠杯啊。哦，好朋友啦。你不要误会张学友好不好？泰国男生曾经追求他，但用很老派的方式，结果让他喂了一碗蚊子。啊，就是因为就是他们很喜欢弹吉他的，然后唱歌唱情歌这样子。然后那次就有一位朋友，他很喜欢我，他就在外面公园就是一直弹吉他，然后就被蚊子咬了，真的很多洞。哦，那你有觉得浪漫吗？嗯，不会，我觉得还蛮恶心，就是很热，然后又被咬的那样子。所以他没有成功。对，好可怜。那很瞎，你干嘛听2个钟头呢？没有听很久，但是蚊子太多了吧？哦，你没有听很久哦。他一定是追求者很多，对呀，对呀，听起来这么漂亮，条件。台湾男生有一种用星座搭讪的方式，让他很抓狂，怎么说呢？嗯，台湾的男生就会很喜欢去，就是认识我或追我的话，就会用星座，就一开始就一直问你说是什么星座。对，我觉得台湾男生很喜欢问，但是泰国男生就不会。那你到底喜欢人家怎么追你呢？嗯，你自己最理想的方式，就可能不要靠星座然后来决定。叮当，你希望男生是用什么方式追你？嗯，你讲快一点，因为主要目的不是在你身上。一定要把话讲那么直接吗？对呀，我不说的。我不说啊，就不说话，两个有感觉就来了，很好，这个很好，很好。怎么样？你喜欢男生怎么追你？我觉得是互动啦。互动。对对对，或者 MSN 啊，然后比方说他会 MSN， 然后 Many， 然后跟你说很多，会慢慢了解，对，慢慢了解，谈心。你喜欢男生跟你谈心 ？Hannah，Hannah，Hannah， 我也是一样，喜欢聊天这样。聊天啊。哦，从朋友开始。好了，重点来了。李志小姐，你喜欢男生怎么？除了巧克力，我会准备，还有什么？就是贴心的男生啊。贴心啊。对。会接送你啊什么的，是不是？之类的，会记得像我喜欢什么东西。他如果很贴心，可是很花心呢？对耶，二心都在一起怎么办？又贴心又花心。可是其他条件都很完美。可以，就是可以看看这人。你不要哎，你想太多了。你就是例子，在跟人家约会的时候，你可以在旁边帮他们唱唱歌。是吗？是吗？还有，
没有，就是如果是花心，真的有一点困难。哦，哇 ，sorry 啦，宪哥。我跟他说我会改。我才没有，你奇怪了。哎，小柔没事啊，你好，好。啊，她是我妹妹，那有什么好问的？来，她要才艺来一段泰国的绕口令，厉害了吧？泰国的，反正我们也听不懂。对呀，其实我也不太会，但是我试试看。好，嗯，炒饭，哇，好短哦、喔！其实我们可以短，但是很难。我会西班牙文，他泰国他也可以，我也可以，加油加油！短你不不一，短你刚刚你，你的比较长，你的比较长，感觉比较厉害，你会不会？控 king 唱 king， 可你你韩国人呐、啊，控 king 控成成长，情充长成成长，情空情空空成情充。对了对了，我说的是韩国的绕口令。而且我这个绕口令有一个特色，什么特色？我每一次讲都不一样。哇，好特别哦！长情情空情充长长长。主要是在讲什么内容？主要在就是说，就有一天地震，然后呢？地震一来，然后刚好在厨房，锅子什么的一直掉，空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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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主要是形容那些声音。好了，没事，他们休息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中美混血的 Paris， 除了外形美艳，身材也超高挑的呢。曾经发片的人会是他吗？我猜，我猜，我猜猜猜。哎呦！五秒，给你答案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是出过六张唱片的那位美女，已经是职业歌手了。往前一步。是谁呢？两位妹妹都长得很可爱漂亮，超可爱的。出过六张唱片了，嗯，在哪里出的？在泰国。泰国第一首第一张叫什么？第一张叫做 Bubble Girls， 就是同名专辑。Bubble Girl， 你就是你本人就是 Bubble Girl。Bubble Girl 有三个女生一起，哦，是团体。哎，还有 MV 对不对？要不要看一下 MV？ 啊，这你呀？啊，这个是你啊？对耶，这是我14岁的时候。哎，这是像男生的。买买衣，清纯的。哎呦，哎，你是主唱吗？三个都一样，三个都一样。有点像 Michael， 发型啊。掌声鼓励，哎，不错哎。对啊。所以现在已经决定回来台湾了嘛，是吧？就留在台湾了，还是因为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回来，所以你要整个就回来发展了，是吗？嗯，应该吧，不知道。唱中文是不是？现场要不要来听个泰语的？要啊，好啊，好嘞，唱现场歌手哎，啊，来嘛，唱一下泰文的吗？泰文的，当然当然。You die my call you down the sea of jay call you down my hand cry can count a lay second you die my yak you to turn gun call you blob jay gun come on turn die to blow很久没有唱了，我们也希望在台湾有一个美好的时光。对，欢迎你回来，搞不好回来又出了国语唱片都有可能。对，对啊，对吧？好吧，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，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也要谢谢今天几位嘉宾朋友，玩得非常的开心，新节目成功，好不好？新电影大卖，对不对？新事业成功，谢谢谢谢，好吧，赶快找到爱你的人。好，哎，新唱片大卖，好吧，再次谢谢他们，咱们下周同时继续回到我们的我猜。我猜，我猜猜猜猜 ，Thank you， 也谢谢我们明传大学。